挑战2024年做100家厨房，第3家乡镇饭店小厨房银子饭店。因为位处于乡镇，对净化要求不高，所以我们给它配备了总长2米的烟罩，外加一台40的助力风机，降低成本的同时呢，简单高效的抽走油烟。另外还配备了一台1.5米的单温双灶和1.8米的单拉工作台，可供2名厨师切炒的同时，满足楼上楼下大小包厢的用餐需求。外加一台6盘蒸饭车，一盘可蒸6斤米，按1斤米5个人吃的话，蒸满可供180人吃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点菜区呢，配了一台1.8米的全钢全铜的3温点菜柜，还有一台5格保温台，在满足大厅客人用餐的同时，还能扩展一下快餐业务，一举两得。乡镇饭店这么装，简单高效还省钱。我是小夏，一个专业做厨房的厨二代。